天气是渐渐转热，同时嘛进入天高热的高峰期。日前台南市三重区公所嘛是邀集这个区内的防疫志工，正来在进行实习大会。除了是再一次选择，更是充分展现出伊的决心，目的是希望会当将咱的生活环境哦维持一个上好进行，让这个居民有一个舒适的徛家环境。一透早就当看到台南市三重区区公所头前聚集了真侪民众。这拢是区内各地的防疫志工，大家要伫今年天高热疫情高峰期来临之前来进行疏疏大会，希望会当提升大家的士气。哦，啊开始要转热，啊所以呢，雨季也特别到啊吼，啊当遮年呢，啊特别吼，啊就全区吼，啊七个里，七个社区吼，啊这环保志工，啊交防疫志工吼，两个大队吼，啊来誓师大会，啊真欢喜呢，啊今日参加的人也真踊跃，啊现场啊两百几个吼。啊，阮要趁这个机会，除了讲啊掠蚊啊，哦啊清除环境以外呢，啊拄拄啊最近哦啊欠水，啊阮也要来宣导讲吼，啊大家吼、哦、共同吼、哦、啊来度过这个欠水的时机，吼、哦、啊大家较欠水的。离过去以来，志工就拢会无定期到社区内底来进行各种的清扫动作，较保袂来出现任何的滋生源。虽然讲今年雨水较少，蚊也比较歹繁殖，不过大家嘛是袂当放松，爱将防疫动作来做到100分。阮只有逐工啦吼，逐工都拢有到各社区吼，啊除了公所的人，啊交里长，啊带落去社区，啊交环保志工也好，还是防疫志工也好，拢有咧清除。啊清除当中呢，啊甲咱这厝边头尾呢，啊呼吁因家己吼，啊爱。厝内爱变好清气，尤其是吼、哦，迄瓶瓶罐罐吼，啊内底吼有水的迄所在吼，应该吼、哦、啊上万吼、哦、啊，达到五六天都爱倒掉，啊防止吼迄蚊虫吼啊等厝内来产生。你其实除了志工的清扫以外，民众嘛平常时也得保持环境清气，做好巡道清刷等等的动作，再当让人远离天高热疫情的侵扰，安全来度过今年的高峰期。记者葛佳敏三雄区采访报道。